只有斩破黑暗才能够重现星辉天人族的利刃会为你开辟道路。 穿梭浩瀚星海，无畏前途黑暗，万雅秘法之力由你而起。短铁成枪，勇火为甲，泰坦巨力帮你扫平敌阵。唯有斩破黑暗，只能够重现星辉。 天人族嘅利刃会为你开辟道路。欢迎嚟到战神风暴，请点击攻作列。只有你一个翻嚟啊！拜尔斯星球系我奖励，几好喎！ 快啲去攞啦！哇，呢把武器真系型啊！快啲带住试下啦！能够再次见到你敌人嘅部，所以我哋需要你提前疏通道路。 做得好啊，细弱者！但系你嘅战斗技能仲要进一步提高，我建议你去揾听讲马格纳斯，听我指令。首先，你需要感受自己嘅身体，感受体内嘅力量。有古二玛嘅帮助，你开启咗技能式，快啲点击升级，提升技能品级啦！ 好了，我呢度有一件装备送俾你。当系我哋嘅见面礼啦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收集装备只系开始。点击快速挑战可以帮你快速选择最新关卡噶。
头先，丽丽，你有冇谂过？另外，马格纳斯委托我将呢件装备送俾你，佢叫我同你讲，要时时记住自己誓约者嘅身份。你嚟啦，誓约者。我誓约者，听住，你仲需要战斗，更多嘅战斗，因为只有咁，你体内潜在能量先至会进一步启动。顺便送一件装备俾你，佢会令你离呢套套装更近一步。我想凡尼莎根据你之前的搜查，我们已经大大缩细了搜查范围，而在刚才我们的狗逼终于来了，快点将这些怪物赶走，我这个罩顶不得多久而已，他们的大佬来了，小心啊。周柏利都会同碎石分团对抗，看来我要派出更强的手下招呼你了。他攻击我的防护罩，拦住他。无用的废物，今日等我亲自出马。他整烂了个罩，快点帮下我。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们会再见面的。多谢你帮手啊，我会报答你的。啊，这些都是联盟的，找到了，这件装备送给你，希望你能够早日着得整齐。另外，我呢度仲有一啲私藏嘅宝贝，送埋俾你啦。嗰条友系啦，既然你咁打得，就应该去揾腐化水晶，然后将它毁灭。鉴于这项任务十分艰巨，我会再送一件装备给你。这里已经受到腐化的侵蚀，那些动植物都发生了变异，仔细搜下，看看众人能够找到腐化水晶。誓约者，城外那班全部都是碎石军团的精锐士兵，他们的准帅崩岩龙是个可怕的对阵，我相信你很快就会驾驭到套装的力量的了。已经帮你解锁自动战斗，快点去体验一下啦。
等岩龙有灵，唔准你行前一步。